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打游戏虽然龟，可能人也有那么点贱，但事实求是的讲，对吧？咱直播间还是充满温暖的，你们有些喷子改改德性。霸王今天防守做得好到位啊，这个死逼今天穿了那个软鳞甲，把朕的软鳞甲给偷了，他太稳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这个防守哦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防守。霸王防守大师来教大家防守反击、防守进攻了啊！他来教你什么叫做不是龟，叫动态防守、动态龟啊！防守做得很到位啊，不轻易出手，一出手的话就中。啊，继续防，哎，继续走。江湖很险恶啊，打不过就得撤。你看，一出手又有啊，行家行家。啥用也没有。打霸王时间非常的快啊。好，打倒这下，哎，闪身走开。哎，马上跑了哈，不敢再压了，见势不妙啊，赶紧得撩。哎，一个虎符踢起，哎呦，有没有发现打不进去啊？其实打拳皇的话呢，啊，会防守要远大于会进攻，技能防守更重要啊！你要打别人，你得先学会挨打。能量闪身基本没用啊，这种招打霸王说，哎，我不怕你。哎，咋说？哦哟，不容易啊！终于又拿下啊，一个角色，好的，可以跳 B 是在蓝之山。嗯，舒服这一下。好，依旧是这两个角色的对决。好，三 C 对空。龟壳能不能打碎？哎呀，被走了一下位，不然差不多有破防。搞啥呢？稳操胜券。啊，不得不说啊，霸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，他知道自己有时候该破防了哈，该走得走了啊，对手偏偏又没有压好，不知道在哪里出现了问题啊，让对手轻而易举的就逃脱了。好，哦，绵软无力的反击啊，一拳给你打倒。哎，卖血，蓝之山。嗯，CD震，哎，瘦身直接再减，然后再震，不错啊，八个震，用的挺娴熟啊。喂呀，喂，太着急了哈，一点防守也没有，哎，好，关注就说不说。